真係使唔使佢？唔使咁拘謹啊！以前咧就係、拍戲嘅時候咧，推廣嘅產品多咗出嚟，咁但係而家真係事實少咗，因為我根本唔係拍戲揾食噶嘛，我係做其他嘢噶嘛，咁所以拍戲嗰啲嘢咧就交翻俾啲同事啊，俾佢哋啊，我大家跟，咁所以其實少咗出嚟，少咗出嚟。咁好高興今年啊，能夠做香港網聯嘅執委啦。咁以前係運動出身，咁而家可以嚟到可能係一個比較行政架構多啲嘅地方啦。咁除咗喺運動員嗰陣時咧，我覺得而家係一個範疇一個推動。對我嚟講，我覺得會係多方面嘅，除咗喺我覺得喺演藝界嗰方面，我覺得係對於運動或者武術嘅推動咧，會喺唔同地方都會作出唔同嘅努力。佢外表咧係用螺旋纏繞嘅方式表現出嚟，強調嘅係喺意識主導下頭頂沉穩，放長身體嘅四肢，可以觀賞到打狗棍法，仲有對練示法。後面的台和個天花板亦都不會打傷對方，點到即止，只是這裡已經顯示出兩位師傅的風格。高潮飄浮，步型生活一進一退，這樣非常之好看的。Thank you.